好，自动的先把资料快速的做各种视觉化，看今天有没有有趣的东西可以继续探索下去，发现的 story 或是怎么样。OK， 好，那我今天先提两个案子。 第一个案子是，就是因为之前 Peggy 有提过一个说，现在公务员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有的时候有拿到一个 Excel 档，然后想要把它变成让大家好用的一个干净的格式，但是有时候动作就很麻烦。例如说像这一份，它这边的每一个 table 都是一个不同的县市，它每一页都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其每一页的那个就是放不同县市的资料。 那边来说，如果今天要放出 CSV 的时候，就变成说要花人工去一个一个把它复制贴上。那之前 Peggy 在 Facebook 上就有问 OpenAI 社群就有问说，那这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？那时候就很多人提说，你可以用写剧集啊，写什么 VBA Script 啊。但我觉得公务员应该不要说公务员啊，我觉得大部分的 Excel 使用者应该都不会做这些。所以我这次我就想，那我们来挖个坑，就是我们来做一个 Excel 的一个就是整理资料的工具。 那我已经把这个需求我先写成一个工具，所以这工具大概长这个样子，就是我们可以把刚刚这 Excel 丢进来，然后它就开始处理，等一下，处理中，然后这边已经帮你merge好，而且还把 table 内放在第一个栏位，所以其实这个需求是你要把一个 Excel 跟每一个分页合成一个 CSV 下来，这部分已经做好。但其实我们对 Excel 处理是有蛮多需求，例如说我们想把合并储存格。 把它打散成每就是变成一个一格的，而不要其他格都是空白的，或者是我们想要做一些资料检查，或者是我们想把地址栏位转进额度，其实我们可能对于要处理 Excel 会有非常多的需求。那所以我今天开的这个坑就是说，这个 GitHub的repository在G0B的Excel被它吐，那大家如果对于Excel有一些操作的需求的话，可以在上面开一组，我有什么需求，然后我的 Excel 长什么样子，然后呢？ 再来就是有一些大家写 JavaScript 的人，如果无聊可以上来看看有什么需求啦，觉得这需求好像真的蛮有用的，那就可以把它issue捡回去，然后就把它写成工具，然后让大家就是只要拖上来，然后就可以这样使用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issue的工具坑。那第二个是那个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资料都会用到地址，但是用到地址，然后我们要把地址转移经纬度，其实都遇到蛮多问题的。那我之前就前几天我把那个 Tico 上面的门牌资料全部爬下来，然后我昨天搞出一个就是纯前端的一个地址转经纬度的 API，那目前程式码都丢在 GitHub 上面了。那么所以这边就大家可以离线跑，然后不像那个 Google Map API 会有限制，然后不像 Tico 需要申请，就是这边程式码资料全部在这里，所以大家就可以拿来试试看。那如果遇到任何的问题，比如说有什么地址门牌抓不出来的，也欢迎来这个地方回报。那 我就欢迎大家去试用，然后让它就变得更好，然后让我们就能更多把我们牌资料都转成好用的经纬度。好。